洗鞋子，然后涌到盛水。盛水用鞋子？别皱眉了，这是我们唯一的办法。我们必须回到海边去。如果你觉得我的鞋子太臭，你也可以用自己的。哎，快点，除非你想明天喝我鞋子里的水。嗯。等到明天你口渴的冒烟的时候，就算比这脏10倍的水，你也会毫不犹豫地喝下去。好了，我们回去吧。上来。可是快点，不要浪费时间，天要黑了。听着，小傻妞，我们要抓紧时间，在天黑前回到巨龙那里。现在你我都没有什么自保的能力，这座岛实在太诡异了。天知道这岛上有什么鬼东西。他背着我走这么长时间的路，一定很累。他外表看起来挺凶，其实人蛮好的。你那个什么事？没事。那个说。鞋子别掉了。你不早说。快点，阿克特，我已经闻到他那头该死的硫磺龙臭烘烘的气味，他们一定就在这岛上。你到底在害怕？不是吧？冰石风暴，快！
哎呀，还好我的火元素没有湿透。好厉害啊！不知道烤龙肉是什么滋味？啊，不能吃猎人，这是老师送给我的礼物。那，绝对不行！逗你玩的，我找到一些能吃的植物，凑合吃吧。看上我的了？不给。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，烈日他好像是被吓到了。刚才什么东西的吼叫声能让龙都害怕？我要去看看。地上覆盖冰霜，下面的沙土却还湿润温暖。这片冰霜是被人用魔法瞬间覆盖上去的。难道说不能吃，要等他回来。我的老天，可把我累死了。姐姐，要不要救活他？姐姐，你自己决定。你在找这个？卑鄙小人！拜托，我们是敌非友，难道乖乖等你醒来先下手啊？来吧，薇薇，就算没有龙和魔杖，我也能击败你。你从小就没有赢过我。姐姐，不。干嘛那么好心告诉这个可恶的女人？看来魔法失灵的原因不在你们身上，姐姐，而是因为这个地方有某种未知的力量正压制着这里的一切魔法。怎么样，魔法师阁下，你还想对我施展什么魔法，把我冻成冰人？糟糕！就算没有魔法，你以为就可以随便欺负我了？这一脚就当提醒你，除了魔法师，姐姐还有个身份，六级剑士。我可不是薇薇安那种柔弱的傻子。不，姐姐，不
害他。哼，这么护着他，这个可恶的小贵族是你的小情人？不是的，是他救了你，你不能伤害他。喂，你救了我，欠你一次，所以现在我饶了你，但是你最好别再激怒我。哼，青彩，我见过很多不讲道理的女人，不过长得漂亮还能不讲道理到你这种程度的，我真没见过。你让我开了眼界了。你有意见？没有，这很公平。现在你比我强，被你欺负也是活该。谁的拳头硬，谁就最有道理。世上的道理向来如此。你这个小贵族讲话很有意思，没那么虚伪。哦，我好像听到了怪兽的叫声。你们都不吃饭吗？你饿了吧？吃点东西。这什么鬼东西？有的吃就不错了，挑食不是好孩子。你在吃什么？我要吃你那个。哎，很难吃的，劝你不要抢。我偏要抢。这么恶心的味道你都吃得下去，你还是人吗？我劝过你了，你不听啊。姐姐，喝点水吧。这又是什么水？我的洗脚水。原来你给我吃好吃的树根，自己却一直在吃这么难吃的果子。小傻妞，我是这里唯一的男人，我应该照顾好你。诱拐少女的小恶棍，抢夺他人物品的女强盗，你听着，你有必要搞清楚我们现在的状况。我们在荒岛，刚才你吐掉的水和食物是薇薇安一整天节省下来的口粮。在这里没有人是贵族，你我薇薇安都不是。想要食物和淡水自己去找，没有人会伺候你。我知道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杜威罗林，罗林家族现任族长，帝国统帅部副总统领雷蒙伯爵长子。请问小姐芳名？我叫乔安娜。也可以叫她乔乔。那是家人才可以叫的，你不许叫。这就是一个被宠坏的大小姐。好的，乔安娜小姐，现在我们已经认识了，接下来是工作干活的时间。工作干什么活？我们必须想办法离开这里，我有一个计划。在里尔行省海域，大少爷和那两个女魔法师彻底失去行踪。海上？那附近有没有什么海岛？没有，这里从来没有发现过任何大陆或者海岛。另外，这片海域有些古怪。说下去。经常有船只在那里失踪，传说那片大海里有恶魔。求女神保佑，我的孩子能平安归来。别急，给他多点时间。不用奇怪，我也刚失去了我的路，我能体会到这个小家伙的伤心。恶魔岛的结膜区域不会很大，如果用木筏划出结界范围，你们就可以用魔法离开这里了。怎么了？洋流的方向突然改变，奇怪。神物！啊！
故意的，好色的小贵族，你再乱看，我一定挖下你的眼睛。谁？欢迎来到恶魔洞穴，你们是上千年来唯一的客人。请问您到底是谁？我们又在哪里？我叫克里斯，并不是这里的主人，我只是一名仆人，替我的主人看守这里。我叫杜维，这是乔安娜、薇薇安，请问您的主人是？我的主人，你们一定知道他的名字。虽然他在各种书籍里有很多不同的名字，不过世俗对他有一个统称，就是恶魔。